我哋而家擊鼓鳴冤。我哋今日嚟申冤。选举主任点解选管会主席是对于他们在十一号之前三次的举报和投诉而不处理呢？是明显欧乐轩是违反去签署的选举确认书，是这个发假誓，因此这个选举是不公道，这个是一个冤屈。所以今日我哋向呢一个高院提出呢个司法复核申请。大家见到呢张相啊，呢幅图我哋见到入边套入边啊。好明顯就有人喺度焚燒緊基本法，喺度話燒基本法，鼓吹獨立，鼓吹香港獨立，鼓吹香港自決。咁呢啲人咧，我哋喺香港嘅市民，我作為一個香港市民，我係唔會接受嘅。我唔信我啲仔女啊，俾佢哋呢班人搞一搞陣，喺度話影響到。我就希望咧，就法庭咧就公平公正，就還我哋社會一個公道，還我哋一個公義。